拜托，拜托，十五号民众党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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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，大哥，拜托拜托。谢谢。请全体舞作者向新增自由乡天上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请新增自由乡主任委员陈元光致欢迎词。叫唔到吼，啊有摕一寡不分区的吼，啊今日啊全程啊来34年啦吼，啊非常的敏感，啊足侪诶民意代表吼，也是政界的人吼，啊然后经过新增啊总来遮参详机构吼，啊小弟啊祝福吼，啊伊会当吼，摕几十啊咱政党票啦吼，诶政党票外口写啊足清楚，15号啦吼，伊是15号的嘛吼。啊，大家甲加油啦吼！啊，即个不分区的吼，咱电视媒体都看会到的啦吼。尤其这两位吼，会使讲是民众党的代表人就对啦吼。啊，给伊一个机会，吼，如果你呐对吼两大党国民党吼啊民进党的吼啊歪道的，你着台湾民众党吼是一个真好的选择啦吼。予咱国会吼的生态吼啊，会当更加好就对啦吼。这对国家来讲吼，啊绝对是咱有帮助的吼，对国家有帮助的啦吼。啊，大家啊祝福吼，咱台湾民众党吼，咱柯市长吼，啊会当心想事成啦吼。啊，祝福在座各位贵宾、各位长官，会当健康、快乐、平安、吉祥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请代表市长柯文哲先生致辞。谢谢陈主委哦，那个各位管理委员哦，刚才这所个咱马祖哦，上香参拜哦，当然是祈求哦，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哦，大家平安。那上重要的哦，我们要祝福今天所有在场的嘉宾哦，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哦，阖家平安哦。啊，快人生哲学哦，认真的过每一天。啊，可以的话，我们要快乐的过每一天。安德鲁，啊，所以安德鲁已经最大级了。安德鲁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，请所有的贵宾来列，依家发票。前面借我一下，好来，好，我们一二三，比一个赞啊！来，第几位？好，谢谢。柯文哲来了，柯文哲来了。
然后伴娘你好，年轻的帅哥老板娘柯文哲跟你请安，柯文哲跟你问好。Hello， 各位桃哥、桃哥朋友，大家好！各位新庄老街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柯文哲来了，蔡壁如来了，柯文哲来了，蔡壁如来了。未来，未来哦，刚巧哦，终于刚巧你哦，刚巧你哦。五圣庙，五圣庙，诸位刚巧，刚巧你。一二三。梁诚，台湾民众党主席，台北市柯文哲市长，台北市柯文哲市长率同蔡壁如女士、黄定莹女士及竞选团队贵宾大德，再向新庄五圣庙关圣帝君神前。诸天圣神高僧护法，行罪敬礼，鞠躬，大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这般大福。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好，等一下，我有点欢迎拍照，欢迎拍照，快拍！